不可不知的年菜地雷。但其实蟹肉棒里面没有蟹肉的成分，蟹肉棒里面呢大多都是鱼浆。做肠胃方面的手术，不建议太快喝低筋精，因为它的含油量比较高。看这个东西是我吃这个小农送的哈密瓜，很甜哦。他一看，可是我有糖尿病。